来这里，你就当的。这早起啊，讲这款话足无礼貌呢，我是对你当啊。你虽然真当，阿唔过，我愿意一世人拢甲你爱呢，当作我上致命的负担。志玲，我从来毋捌亲像即马共款，遮尔单纯过日子，原来当遮尔快乐。奶奶，咱今日啥物都莫想，只要享受单纯、简单的快乐就好。你唱歌真好听，也不过你拢敢唱给彩萱听，拢捌唱新歌给我听过，安尼足够公道呢。哎，你明明知影迄首歌我是唱给你听的。敢有？我乃无感觉。黄昏的日头照着我。美丽已经变成一种折磨，你点点在身边照顾我，陪伴走过辛苦甲白痛，假使到一天你欲离开，我会不甘将目屎流干，不捌讲爱你，偏偏是失去才知疼。无你在身边，想要将你疼入命。不捌讲爱你，时间若替我都替行。我心甘情愿为你吃苦替你疼，如今想要反悔无卡纸，过去一切做成人。志玲，等这风头过了，我会给你一个上正式、上美丽的婚礼。让你变作一个上幸福的查某，我会牵着你的手，甲你做伙到老。蕾蕾，多谢你专工来替我打扮呢。你莫安尼讲啊，咱是朋友啊。是讲你今日这形容，甲我讲你要订婚。我真正让你惊着呢，我想你即卖心情应该是比任何人更加紧张吼。嗯，我足紧张的，因为我惊吼，我真看不够水啊。彩萱，你的条件遐尔好，安怎打扮拢拢真水，根本人家查着你，真正是伊的福气哦。自我细汉的时阵哦，我爸。只是一个拼地头的兄弟，彼当阵伊为着要跟人抢地盘，逐天抬来抬去，我为着惊阮受人来报仇，常常搬厝，我甲阮哥常常转学，所以我另外一个较好的朋友拢无。嘛因为安尼，我无介意无安定的日子，甚至我真讨厌黑社会。想袂到到尾啊，我嘛是叫兄弟人，这就是命啦。彩萱，你敢真正要嫁给建文？假使讲你是因为你爸爸的原因才要嫁给建文，你是真心的爱建文，那你以后真辛苦哦。
虽然讲这个决定是阮爸爸做的，也不过顶头的人是我，我是真正感觉哦，建文会给我一个安定的家，一份安全感，这就是查甫人的责任啦。就算讲哦是天放落来，伊嘛会担起所有的一切，这就是我决定要对建文一世人原因。忘不掉啦，建文确实一个有气魄、有担当的人。我也是最近才了解，是安怎阮爸硬要将我嫁予建文。我愈了解伊，我就愈感觉建文吼，伊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。伫伊的心肝内，伊上尊重的人就是阮爸。所以阮爸爱伊做任何代志，不管是对的，也是唔对的，简单的也是困难的，伊拢会拼性命去做。这嘛是是安怎？这几年来，阮爸会当过到这么亲密的原因。想不到你对建文的感情一直很热情吗？因为我了解伊啊，所以哦，我甲放感情。原来我坐了这么久的 Mr. Right 一直在我的身躯边。飞轩，我真正替你感觉足欢喜的。爸，阿伯，奶奶啊，多谢多谢你来甲彩轩斗相共。阿伯，你莫安尼讲啦。我是彩萱的朋友呢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啊。彩萱，我去替你提视频啦。这水啊！你妈妈吼，目睭开了伤早啦，啊，我若看到安尼先这水哦，伊唔知要偌欢喜。爸，你放心啦。我一家伫心内甲妈妈讲啊，我甲讲我要订婚，阿姨听我欢喜，莫阁听我烦恼啊。这样代志，其实你嘛免阁特别去保庇啊。这阵婚事是爸爸替你做主的，所以讲爸爸是你幸福的保证。所以若有啥物人敢想要来破坏，爸爸绝对袂放伊煞。爸，我是甲建文订婚呢。你心头袂记住，这个囝婿是跳劲的哦，所以说你放心啦。可能是我伤过紧张啦吼。彩萱姑姑，你好漂亮哦！谢谢。安平，你今天穿这样子也好帅哟。以后姑姑如果不在了，你要替姑姑好好照顾阿公，不可以惹阿公生气哦。彩萱姑姑，阿公不会生我的气，如果他生气，我会打直架，他就不会生我的气了。爸，阿你想怎啦？阿公舍不得姑姑嫁出去。爸，我现在只是订婚，要不要嫁出去的啦？虽然是订婚啦，是讲妈连咪都爱办结婚啦吼。我看我都爱来个建文参详，叫直接搬来咱家住，唔是将你带出去。好爸，你嘛唔敢我嫁出去哟、喔。我个就是讲吼，你爱我紧嫁出去，安尼你二个人子唔只较亲近啊。彩萱啊，你唔当一直想讲爸爸无咧惜你啦，你想看卖，你自细汉哦，爸爸吼都足疼你，若毋是甲你爱，阿婆都是甲你抱安尼四过去佚佗。彩萱啊，你爱记诶，无管过去，爸爸甲你意见袂合，讲你固执。其实爸爸的心肝内就爱你。我知啊，爸。时间差不多啊，根本就要来啊。彩萱，我替你整理起来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阿你都拜托你啊哦。哦，来，安平来。彩萱来，可以挂视频。好。
阿明来，小林端，恭喜你！哇，安平小少爷，你今天好帅哦！这是阿公帮我买的新衣服。哦，头家，恭喜！哎，系系啦，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。嫁一个查某囝吼，袂输敢那食木耳配咖喱，嘛唔知啥物滋味，也欢喜啦，也唔甘啦。天平多哎，人讲囝婿吼是半主呢，啊你即马嫁一个后生来友好哩，这是福气呢。是啊，头家，啊原本哦，你甲建文的感情哦，都参照爸仔囝同款，啊即马哦，佮甲大小姐订婚哦。安尼哦，恁的关系哦，佮愈亲愈密切啦。我想哦，一定会愈听你的话啦。希望是安尼啦，哦。对。啊，但你即马慌慌公公先啦。啊，你唔是去接新郎，啊人咧？对。根本遐无去啊，而且电话嘛卡袂通啊。人去又无去。我的